西港去那个沙湾王船那个，因为多人多的话，这些人都来户外交流，还挺多都来参加活动。哦，好像10点左右进行仪式的，10点半左右，把灵堂烧掉。哦，现在看中间有一个，看宝相南方南方的寺庙，它上面供养的是些这种相关的黄铜像。现在已经10点40分左右，这个地方叫南塘，在西港庆安宫南边，在曾文溪的北边100多公尺的地方，在西港大桥北端11点钟方向。我希望道路第二个入口进。点了火，然后才开始绕圈。点火，然后才开始绕圈。好像绕了3圈还是5圈，然后队友就回去了。现在都在等那个维港要朝向南方。